我们讲一下核算。核算呢，一般分为两种，即收付实现制、会计核算质量的要求、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。天哪，进行怎么还不下课？会计核算的指导思想和权责发别急别急，还有5分钟，再坚持。我们又称陷阱制。同学们可以先看一下书本第37页，上面有几个关于核算的案例，看完以后可以和旁边的同学先交流一下。好，同学们，大家回去好好消化我今天说的几个概念啊，我们就先上到这里，下课。眼神啊你！我这么大一个大活人站在这里，你看不见吗？我这不是太着急了吗？我还以为你会在图书馆门口等我呢。这么着急见我啊？哎呀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嗯，我知道啊。那行吧，那走吧。啊？去哪儿啊？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我知道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。我们等会儿再去吧，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我连早饭都没吃。再说了，这儿也不说话的地方。哎呀，走吧，边吃边聊。走走走。其实吧，夏小菊也还能凑合。一会儿她要是态度诚恳，我就勉强答应她。不是，你干嘛呀？哎，你给我吧，我可以自己背的。老实站着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？给我吧，我真的可以自己背的。干嘛瞧不起我？没有，不是瞧不起。